哈喽大家好，今天呢自建家准备吃猪肉汤饭。我从早上开始给它浸泡了大概有5-6个小时的样子，给它先焯一下。两块大棒骨，大块五花肉，还有猪心、猪舌、猪肝，哎呀，姜片啊，先来点烧酒焯一遍。冲洗一下，都给我洗一洗。锅里面要重新煮了，五花肉放进去，放点大葱、姜片啊，多放一些，弄点烧酒啊，白萝卜啊，切的大块一些放进去，慢慢给它熬出来，找个锅盖给它盖上。这么重，猪舌头、猪肝。多余的油给它弄出来，因为有五花肉，盖上盖子，继续给它炖1个小时。我们这煮好的肉要切一下了啊，这个薄薄的片啊，这个放汤里的必须得切这么薄，然后吃的时候就不用咬啊，一抿就能碎的那种状态啊。这个厚的给你，你可以多吃点厚的。哦，现在疯狂饿，粉丝先吃五花肉，然后我吃。嗯，再点辣椒。好了，晚上一顿。咱们这个都已经切好了，外圈是五花肉啊，这是猪肝、猪舌、猪心这么一盘，这是蘸酱吃的啊。咱们今天准备的是这种盐水虾酱啊，这种白水肉呢蘸虾酱，老好吃了。这是我今天自己做的辣椒酱，这个蘸这个肉也是非常好吃的，我是做来放到那个汤里面吃的啊。这个骨头咱们也拿出来啊，就是可以蘸点酱，熬了一下午的猪骨汤，这是自选的五花肉，这个是猪心、猪舌、猪肝，也给它拿几瓢啊，不知道吃不吃。今天这个没放盐，汤是很淡的，吃的时候自己按自己的口味放盐就可以了啊。这是金岛的，金岛多给点五花肉啊。为啥呀？什么为啥？减肥挺辛苦的，给你补补。嗯，好，汤。拿一把韭菜。아이건다대기하는거지然后放点那个辣酱啊，秘制辣酱，老好吃了。再给半个。你，我有那个我的海带面。什么？又有一点油怎么点了？哎呀，뭐야그런거야？海带面。고기많이오게됐네그물로잘타네이거소금이랑안가졌잖아아이거저면새우젓이면되는거야라이프로새우젓没有咸蛋哎呀呀很淡啥没有啊，이거넣어야돼이거넣으면되나다대기다대기새우젓넣으면돼새우젓넣으면돼넣다란소금넣으면돼이거넣어새우젓넣으면돼이거이내가이다대기간숟가락이면되나새우젓이시원하다我要直接放소금我不吃那种咸的我小菜여기可能你俩小菜可丽酱辣椒也很软啊干嘛干尝尝汤장은간장은간이세간없으면맛이없잖아고기같이먹고기되게맛있어어이야야오늘왜이래아줌마야下暴雨了哎呦哎呀老爷你赔我衣服啊啊一个新衣服一份的我们组一个群然后发红包吧老爷我们可以아어디뭐선악지하는거야아니오늘이장에종이매가없잖아금방그거악지하느라고그게힘다썼나보다됐어돈이많이나갔다
一个小骨头都拿不住啊，你的手没劲儿的意思。哎，怎么的？有点手少了。啊，小蛋。这汤就得不喝饭啊，不过饭白加的汤。妈妈干嘛去了？나가또왔나어제파김치하고이런돼지고기하고이런먹으면맛있어이김치잘먹었어오하루되게고소하다오하루어째이렇게됐어쌈싸먹어도되겠다이거였고뭐에다샀어요고기에다고기에다뭐샀어요고기에다파야나이제감별띵잖아这五花肉配这个虾酱也挺好吃的。我也配虾酱。这样不要配太多，酱太多的话咸了。老公，给我来个辣椒。哎呀妈呀！这么快？这么快？五花肉贼香啊！不辣。不辣。一点不辣。哎对呀。辣。特别辣呀。나하나한번먹는하나도안느꼈네자기좀먹어주라눈맵다맞아요와앞에대가리도이렇게나와너무나어씨이제뭐고기아니말은뭐잘잡수네뭐고기밥차에서했어지은님이국좀해줄까한테내가좀밀국좀해줄까밀국먹고싶어지니내가좀해줄까잘먹다저고기아직많이남았어요내가좀저기랑미역이염될것같아요그래下面的视频点击关注，下面的一。好了，我们每次视频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拜拜。今天的汤饭，真好，好吃。